这个真的是人里人气的那种小熊猫，对呀，它都非同对不一不样，它跟其他小熊猫睡觉。太逗了，在睡觉。它睡姿都很有名的，这种睡姿有名。那有这种，哎。出舌头嘛，他每天就是来这睡觉，对，就睡觉吃饭，然后他的睡觉姿势能蒙把人在这围着就水泄不通的，看他睡觉。哎呦呦，干嘛呢？要垫枕头吗？他要用手垫着呢，感觉。